欢迎光临，我叫陈宇恩，这是我对粤语的一个挑战，所以这个挑战就是三十天拍粤语的视频。好，首先我需要说我在奋起直追这个挑战，我还有6天，对，好，我们开始吧。对了，我有一些笔记，我需要从这个朗读一下，但是我会尝试不读这个。好，你好，我叫佳，我嘅中文名，我嘅中文名系陈宇安，对，好尴尬，我来自美国加州。我识讲普通话、泰语、法语、西语，同英文。我中意学，我中意学语音，我中意学语音同打篮球，我系妄想见到呢个挑战，但系场系颠走，唔记得啦，不自然，我知道，不好意思。对于呢个挑战，我嘅目标就系搞掂粤语一场。对话，日常对话，接受呢个挑战系因为我真系好中意学语音，再见。